我是 Epson 工程师 Sandra，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台是 T410 家用复合机。这台 T410 它有时尚的设计，那它的表面是采用黑色菱格纹的设计，可以防刮防指纹。T410 是一台六合一的家用复合机，它除了可以影印、列印，还有扫描，这边还可以读卡列印跟 Peak Bridge， 以及 2.5 寸彩色液晶萤幕，让你随看随印。这一台的控制面板采全中文化的界面，让家中的小朋友以及爸爸妈妈都可以非常容易使用。不论你是要复印或是从记忆卡列印，已经选择复印的份数或是缩放裁切，都可以直接从控制面板上面来做选择。若是对家用复合机有需求的朋友们，可以考虑购买这台 T410， 因为现在购买有赠送价值2900元的音乐通话两用耳机。现在我们来实际示范使用记忆卡列印的功能。首先，先插入记忆卡，按下记忆卡按键，然后选择检视和列印，选择你所需要的列印的照片，然后使用加号、减号来调整列印张数，接着按下开始键就可以开始列印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一张美美的照片就列印出来咯。